明是第一发发发除夕特别节目，经典歌舞大 PK 单元百老汇。歌舞剧中由方欣、艾诚、杜欣甜以及陈怡婷搭档演出，让杜欣甜开心地说，之前有就耳闻方欣姐唱跳的魅力，还有唱跳歌手艾诚的动感，这次团体四个人合作默契出乎意料的好，好像四个人是一个团体。陈怡婷也说，首次和方欣与艾诚合作真的一拍即合，连工作人员都称赞这样好默契的演出真的很难得。先少有性感表演的陈怡婷说，这次演出服装有网袜和超浮夸蓬蓬袖，既甜美又性感，有段舞序还要咬唇，真的是大挑战。但陈怡婷有自信，认为自己已经抓到耍性感的要诀，这次演出要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放电演出。而出道多年的陈怡婷提到过年说，每年包红包都会被爸妈退货，要他自己存起来，所以现在听到爸妈缺家电类 3C 用品的需求，就会抢先买下来。而且因为家中两位姐姐已经出嫁，自己又常常在外工作不在家，因此今年过年一定会好好陪伴家人，也会邀请家人一同观看节目。在台湾那么旺，唱跳经验丰富的杜欣甜也害羞地说，这次表演服装是史上穿过最短的短裤，更是人生首次挑战网袜。但提到最喜欢的部分还是浮夸的蓬蓬袖，杜欣甜笑说，每次穿着进出摄影棚都会不小心撞到门跟路人，真的很有趣。而今年过年因为工作关系，杜欣甜除夕和家人围炉玩，就要马上出国，让他感性说到，能工作就是幸福快乐，很感谢这一切，也会包个心意满满的红包给家人，他们都是我最重要的粉丝与支柱。